知道我会干啥。不知道，我以为他要走那边去啊。你要干什么？有车吗？他前面这条路很大。下车班吧。想说慢慢玩，然后轻松一点，因为太早的话热，那你太晚也不行。要三点出来差不多了，回到家晚上10点11点随便嘛，明天再上班嘛，这样最省钱呐。对啊。对啊。